各位主内属灵长辈兄弟姊妹平安，阮新加坡福建丰收欢迎大家来参加阮这个农历7月30日平安夜的敬祭祈祷。日子是伫咧今年的8月18日，礼拜二暝，新加坡时间暗暝8点。你会使用手机扫描阮互你的 QR 码，参加阮伫网上 Zoom 的聚会。伫8月18日暝，暗暝7点35分，你就会使入来参加阮这个聚会。阮会介绍会前的报告。伫8点正，阮人会开始30日敬祭基督的奉献礼。阮的祈祷项目真多，头先阮要向上帝献上阮的感恩，落来阮就要为国家的领袖、福建正教会的牧者甲长老来祈祷。阮也要为着外族的劳工、新冠病毒的病人、医生甲这个服务人员来祈祷。阮也要为着6种无相的群体来祈祷，比如这个乐龄的人士、清洁工人、的士师傅、小贩、家庭主妇、医务人员。若是你的亲友中间有因人，你也会使邀请因人同齐来参加这个祈祷会。最后，咱也要为着咱家己来祈祷，愿福星按咱家己来开始。你怎样得到这个30日敬祭祈祷的消息和资料呢？你可以用你的手机通过这个WhatsApp来联络西里姊妹。你的手机号码是9081 3292。你也通通过这个 Facebook 脸书查问查阮新加坡福建丰收的这个网站，你就会使收到阮每一日祈祷的通知，或者你也会使通过这个 YouTube 的视频，找到阮所发出来的信息。阮拢有 QR 码放伫遐，让大家方便用手机来扫描。若是你需要什么帮助，还是有什么要问的，你会使联络西里姊妹。若是你是伫外地，你就爱一个加号加号65，然后你再卡9081 3292。由于今年阮人无这个册，也是英文的翻译予大家，所以阮将放一段30日祈祷的一日的样式 sample 予大家来听，作为参考。7月15日。廖永义诗篇91篇第6到第10节，人民惊暗暝的瘟疫，也是会捕灭人的毒病，所有千人跌倒地病死，万人跌倒地里的正病，这灾却无话临到你，你的亲目观看，见到恶人遭报，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，你将至贵者当你的居所，灾厄必未临到你，灾害也未会近你的帐篷。阮诚心邀请你按照每日所发予你的30日敬祭祈祷的信息，每日甲阮三甲同心祈祷，来讨上帝欢喜甲应允。感谢各位，愿主祝福每一位心心灵健康，主的恩典满满。阿门。